我是乔英啊，我还是今天来那个看这个迪士尼边上 Davenport 的房子啊，这个是五房三卫带着私人游泳池，44.9万，看这环境啊都是很不错啊。你咋不进去呢？进去。OK。咱们进去看看啊。人家都不错啊。这样顺着看。向你那边看，这一面。房间，这个 closet 啊，这个洗手间，这都是出租自住的掸州房都可以啊，做 Airbnb 都可以啊。客厅。两个厅啊，两个厅，咱去书房看看。先看完房间，再去看游泳池啊。另外一个房间，这是个客厅，这是个门房啊。这是一个衣帽间，这后面真舒服，后面没人。